兄弟们，单排炸上局，竟然让我遇到了小姐姐，声音还巨好听，可是结局让人意想不到。贝拉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我没开全部麦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粉丝啊。啊，你是小姐姐吗？我也是要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这样针对我了。落地七八个人就算了，把他们给打了之后，还都要飞回来，一个个嘴巴上说不打不打啊，都想让我上素材，真的是。我也不知道对面那个兄弟是什么玩意儿，整天就来猪猪我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主播想找我拿素材。不过的话，他玩的确实不怎么样啊，整天来抓我，可能抓了我二三十回了，就打过我一次两次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认识他，但是我们不提起他，不给他画面，好吧？哎呀，找我干什么？我真服了。OK 啊，他还服了，手上拿把枪，悄悄咪咪的摸过来，就想偷我。如果被他打死，可能又开始嘲笑我了。这时候可以听到我们左边还有个鸡哥的声音，原本是想翻出来打他，可是没有想到有人已经下去打他了。对面两个人正在打得火热。 OK， 我们利用一个鬼跳直接跳过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，直接给他抬走。我操，江南先生，我征服了。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小子啊，整天来蹲我，又没有实力。话说回来，有实力的人谁搞偷袭谁搞窥屏这一套啊。来，所有的兄弟们把你们的耳朵都给我竖起来，仔细听一下这个人到底像不像一个妹妹。这时候我听脚步脚下有人，我给他带走了。带走之后呢，我看他手上没有拿枪，于是我就本能的打开了全部麦，可是就听到了接下来这一幕。贝拉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我没开全部麦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粉丝啊。啊，你是小姐姐吗？哎，你飞回来，你飞回来，我不打你，你飞回来。啊，兄弟，我没开麦呀，好像是个小姐姐。啊哈啊啊啊啊啊！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楼顶，能不能别打我？啊，我不打你，你是小姐姐吗？你猜。哎，别呀，你就说你是还是不是，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。啊？男的。行吧，当我没说。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难道是最近看小姐姐看多了，老眼昏花，听个男孩子的声音都是妹妹啊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啥也别说了，眼花归眼花，妹妹你该看还得看啊。哪个帮子？